掛自己嘅羊排。想俾大家睇一個，呢個係街尾，而家已經死咗啦。唔知喎，定要變咗個 B， 因為新鮮綠白青菜。看天真好緊張，我嚟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今天呢條片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片。呢條片是一條我講了很久想再拍的一條片。我跟 Crystal Witty 都講了很多次我想拍呢條片。每一日我起身就覺得我今天真的很累啊，我不想拍片，所以就等到今天才嚟拍片咯。今天這條片呢就是我要挑戰在上班的時候整天都只可以講廣東話，因為我是香港上班，講廣東話是一個基本的 skill。 skill 是什麼？技能。但是今天參與這個挑戰的人不是只要我自己，都有 Crystal Witty。 另一個參賽者，今日咩？係啊，今日參與呢個挑戰嚟嘅唔係我自己，都有 Witty 同 Wit Crystal。佢哋今日唔可以同我講任何嘅普通話。佢哋話見到我就想同我講普通話。哦，懲罰係巴上巴掌嗎？怎麼得啫？再講一次。刮自己兩巴，刮自己兩巴。咩？但係可以講英文㗎？英文 OK 啊，少少咯。咁你咧？你講其他語言？如果講其他語言就 OK 噶。呢個係我嘅 channel。即係你可以講 100% 嘅英文啊？但係我唔會咁做咯。心虛嘅笑容。同埋想俾大家睇一個，就係呢個就係公司裏邊廣東話嘅智慧庫。智慧庫好似都係粗話，全部都係粗口。呢度九成唔係，呢度95% 都係 Witty 教。你想呢？吃什麼？好簡短啊，這些問題。吃什麼好呢？我想吃上次炸雞那間肉醬意麵。我都可以買這個。可以去，我推薦。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是雞汁？你可以買雞汁，你買雞汁糕啊？嗯。因為你要買那個五秒燒。是啊，我聽了給他，就是撲街的那個。撲街？撲街？痛到撲街。口健。撲街？痛。痛到撲街。撲街是跌倒那個，少少緊張，少少攰，少少攰咯，好攰，超級攰，好眼瞓啊！我基本上估你個腦咧，去到今日下晝三點就會 shut down 啦，但係而家好似都未夠，而家時間係1:30。1:30，佢已經撈唔到，有開始過嗎？咦？我發現一件事啊，諗一諗，你再望下我哋兩個，完全唔記得。翠口罩，大口罩，翠係黐個樣。等知我同 Crystal 講話。佢睇落去好攰，有禮拜一開始就咁樣咯。我哋要開心，今日係星期三，一個禮拜仲有兩日啊！但係已經過咗一半㗎啦，應該之後嗰兩日做翻。呢個係一個很值得的，呢個係一個好值得。開心嘅嘢，今日係 Wednesday Blue， Wednesday Blue， Everyday Blue。要一個8號餐，係，同埋一個二號意粉，肉醬意粉咯。有啲乜嘢？兩個檸檬茶。你要呢個都有嘢飲嘅，都係檸檬茶。
個是雞髀，係咪？呢個是檸檬茶，呢個是肉醬意粉。我成功吃到我要吃的嘢啊！即係你冇嗌錯，好事。其實我都是指住個 menu， 唔可能會嗌錯噶啦。同埋我今日吃的是雞髀，同埋呢個是咩？咩飯啊？雞黃飯。好。Hey love, got your heart on your sleeve, but the shirt on your back's a bit small. Hey you, yeah your colors change. 讲咩啊？好痛啊！讲，如果真系好痛嘅，你会讲咩？好难听。好，而家要你试下呢、這个，呢、這个系咩嚟噶？口健乐。Yeah. Oh. 但我会建议你留翻佢之后翻屋企今晚再用，因为好少份量，即系咁样。這個呢個咧，佢個棉花棒啦，咁你而家咧係用呢個棉花棒墊呢度，但係咧你用唔曬嘅，咁咧你用膠紙封翻，即係你呢度搣咗佢，你搣到你呢度，跟住用膠紙封翻。係個信，因為你一個飛紙係唔會用得到。快啲用啦 ！Oh my god！ 緊唔緊張？緊張。佢話呢個好撚痛，應該係 jelly 喎。係啊。好緊張啊！聽唔到。哦！好，一、二、三、四、五，你要攞口啊，其實。你 let me see。哦，好痛。不得。OK 啦 ，OK 啦，佢已經 form 咗一個白薄膜噶啦，呢個可以抌。你中意可以擦多次嘅，不過。应该不可以五秒就对付得到一粒痱子，但佢要用五次的五秒。搞唔掂。OK， 既然我哋今日系讲广东话嘅一日、嗯，我会挑战用广东话卖广告。嗯，佢哋可唔可以期待一下？期待是可以请大家期待。大家都应该有听过我讲 Surfshark 这个 service 啦，但是今天我想用一个特别有趣的方法来卖广告。这有趣的方法就是用广东话。我真的好累啊，我的現在網絡是我們每一個人日常會用的。아침에일어나서본눈이너무아름다운너이대로조금만조금만더무했길바래조금만이제는어디까지바이바이또짧기你已經成功過完今天了，過完今日，冇咯，我失敗咗。同你講咗一次咁多，佢唔知喎。拜拜，再見。係開始之前要先多謝 Surfshark 今日嘅贊助。而家網絡係我哋每一個人日常會用到嘅嘢，如果唔小心嘅話，就會好難俾人偷走你啲咩資料，你都唔知道。所以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VPN service， 就係 Surfshark VPN。希望呢個 service 可以幫到大家。譬如話佢哋有一個 Hacklock ID 嘅保護功能。
如果有啲仆街想 hack 你嘅 email 嘅话 ，Surfshark 就会即刻通知你。或者如果你同我或者 Witty 一样，成日都睇紧 Netflix 嘅话，佢哋都可以帮你唔受地域嘅限制，你就可以睇到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剧集。最后，如果用我嘅优惠码，你就可以有 84% off， 再加上4个月嘅免费。咁我可以将所有嘅资料放落下边嘅 info box， 如果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睇下啦。OK， 我会。呢个真系好难，我嘅脑又嚟死咗，死咗，而家已经死咗啦。大家觉得？可以在下面留言俾我知我讲成点。我都会今次都会睇一睇啲留言，希望大家守下流程，教我教咗佢好多唔应该出街嘅嘢。成条片都系 B。同埋嗰日我教你嗰个新鲜，新鲜唔记得，新鲜出炉，新鲜出炉蛋挞。Yes。新鲜出炉嘅蛋挞，新鲜出炉嘅片，新鲜萝卜。皮新鲜萝卜皮，你可唔可以帮我加翻一个字卡？就是所有都是很老牌，就是好 old school 嘅 term。你哋知唔知 Witty 系几岁啊？可以再下边想睇啊！我已经好受打击啊！因为佢教咗我好多好教啊，教咗，因为佢教咗我好多好。好 old school 嘅話嘅 terms， 我覺得好多人去睇呢條片睇得好辛苦咯，因為我真係好多人都唔知點講，好辛苦。但你而家 OK 喎，可能係過咗一日咯，因為佢今朝早同埋我哋出去食 lunch 嘅時候，我哋係唔可以有一個。正常的 conversation， 即係我哋係單向嘅，即係我同佢講嘢，佢係嗯，因為佢唔可以復我，但係而家我哋係同埋其實我都明白你哋係講咩，例如大部分，但係我唔知道要點樣表達，係啊，係即係佢唔可以表達佢自己嘅想法同埋佢嘅意見咯，佢就只可以接收咗，所以我哋傾唔到偈，因為佢唔可以表達，佢就我哋就冇辦法繼續交流。Anyway。成功，我讲成功就是成功，因为这个是我的 channel， OK？ 其实你发烂的话可以说得很好，就是发烂渣，发烂渣，发烂渣你听唔识啊？发烂渣是咩？发烂渣即系发脾气，发脾气哦，发脾气，发烂渣，发烂渣。今日多谢大家的耐心，同埋多谢大家花呢个时间睇我的片啦，希望大家唔会睇得好太辛苦咯。嗯。其实今日我觉得已经好过前一条讲广东话的片，下一次挑战的时候，我想可以正常的跟你哋对话咯。或者你下次可以做挑战，即系唔系 daily conversation，你真系试下做一啲游戏。哦，呢个都几好，几有趣啊。嗯，呢条片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次见，拜拜，多谢大家。系咩？任何因为任佢哋话见到我就哇，佢哋都可以帮你唔受大卫嘅限制。啊，我这个就是好难。David， 要不有你就可以有不。哦，我刚讲到哪里？我要从哪里去开始讲？好扑街嘅人，有啲扑街就得噶，其实唔使扑街有成日喎。不是整日成日地域地域 OK 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